麦美恩红咗摆阿姐款，嫌李嘉欣污糟扮唔识，魔术师玩命挑战，捉住52个气球飞上7315米高空，唔认拜金掉金贵，降价文售房大反击，日日有优惠，有抗疫三保，快啲买嚟保障自己同屋企人。缤纷主播室开始啦！好嬲啊！我女神李佳欣被麦美恩虾，明明佢哋以前喺第一代学士学飞已经合作过，但系依家美恩竟然扮唔识阿 Lee， 仲要嫌阿 Lee 污糟，叫人赶佢走。唉，咩话？你唔信美恩系啲咁嘅人？有片有真相噶。